为了落实普及化运动的精神，草屯镇虎山国小办理创意跳绳比赛，现场聚集了来自县内22所学校66支队伍参与，而这项比赛已迈进第9届，对于提升国民健康有相当的成效。第9届的创意跳绳比赛啊，这次参与的队伍呢非常的多啊，有22校66队，那总共的参与人数有大概有800人次，参与度非常高，可见我们南投县在普及化运动在跳绳各校的推动方面呢都非常的积极。那这次呢，这个参与的这个各校不仅是人数增多哈，我们也看到各校的团队的动力啊，还有这个纪律啊，都大为提升。县议员简景贤希望能够持续推广这项运动，让学童不止活动身心，也能让身体更健康。我们也希望说啊，借由这样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除了说啊这个身心灵运动以外啊，都可以哈、啊、得到一个啊非常好，尤其有这个团队的精神啊，这是非常非常好哈、啊。我们也希望说啊这么好的运动一定要啊持续的来推广。县议员李周忠期许借由简便的运动来达到全民运动、全民身体健康。啊，跳绳是一个很简便啊又健康，啊又让人啊精神舒畅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哈。啊，期许哈由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让我们不仅我们的学生啊小朋友啊，我们所有的全部的乡亲父老哈，所有的好朋友都能来借这个跳绳活动呢，啊，提升我们的啊这个体力，哈、啊，提升我们的朝气。县议员简世胜也是民俗体育会主委，希望举办多年的创意跳绳比赛能够持续的举办，更表示学校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民俗体育会会极力的协助。啊，这个活动项目之一哈，上重要的是这跳绳。所以讲，这跳绳的活动，搁未去伤害到学生囡仔，啊，让伊用尽量来发挥吼，让伊的运动的细胞会愈强，啊，用增加伊的身高吼，啊，咱目前学校吼嘛非常的重视，啊，嘛需要啊，咱民俗体育教民吼，甲斗三江的学校吼，尽量勇于来甲咱的是民俗体育教民吼，啊，来个登记吼，啊，咱民俗体育教民会尽量来甲斗三江。借由创意跳绳活动为媒介，提升学生规律运动及建立学生良好的运动习惯。记者刘永生，草屯采访报道。